开始放松你的身体，慢慢闭上眼睛。你可以选择坐着或躺下，但如果你躺下，注意不要入睡。想象你每次吸气时都在升高，逐渐触碰到宇宙的高层面。你正在接触宇宙心灵，所有知识的仓库，充满爱、创造力和灵感的领域。继续放松你的身体，随着呼吸，感觉自己像在漂浮一般不断提升，进入充满智慧、成功、愿景和目标的能量领域。现在你将自己的心灵与宇宙心灵对齐，确保你的一切行动都来自最高层次的智慧。接着调节你的意志，与更高的意志一致，让你的思想、心灵和力量中心协调一致，确保你的一切行动都符合宇宙的流动和更高的目的。继续吸气，带入成功的感觉。每次呼吸，吸入越来越多成功的能量。每次呼气时，放下任何阻碍你成功的情绪。你正在为身体带来宁静和平和。想想你现在正在与灵魂连接，召唤灵魂的力量来帮助你取得事业上的成功。现在打开你的心，信任自己的能力，回忆起你曾经取得成功的时刻，将那种成功的能量带入你的身体，感受成功的喜悦和力量。观察你在成功时的呼吸，注意你当时的感觉与情绪，将这种成功的能量注入到你的事业中，因为你知道自己有能力获得成功，你是一个赢家。现在在你的心灵中创造一个象征成功的符号，想象这个符号位于一座山顶，而你与符号之间有一条路径，看着自己沿着这条山路走向顶峰，任何可能让你分心的事物都被你忽略，你坚定前行。现在你已经到达山顶，找到你的成功符号，并将它带入你的心中。接着向你的灵魂询问你事业的更高目的，你如何为人类做出更高层次的贡献。你将逐渐在接下来的日子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点。继续设定目标，第一个目标是服务他人，为他们做出贡献。想象你的一切事业行动都是真正的服务，帮助他人解决问题，你就是他们的解决方案。现在为你的财务设定实际的目标，选择一个你希望赚取的金额，设定每周、每月或每年的目标。每次呼吸，想象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像磁铁一样，吸引着这些财富来到你身边。继续吸引这些财富，不必担心具体方法，只要感受这一切正在向你靠近。想象成功的感觉充满每一个细胞，感受这些财富正在流入你的生命。接着为你的事业或销售设定清晰的目标。如果你有客户，想象光线从你的心脏延伸到每个客户，将他们吸引到你身边，向他们传递你如何帮助和服务他们的信息。如果你已经有了事业，想象你的业务翻倍，思考这将如何改变你的生活，并调整你的能量，适应这种变化。你也许会发现事业翻倍的感觉有点多，那么就想象增加30%或50%，找到一个适合你的数字，设定一个你希望达成这一目标的时间表，并确保你已经准备好去承接这一成长。想象当你的事业达到这个新水平时，你的生活将会如何变化？你是否准备好了？如果你想要这样的事业成长，现在做出清晰的承诺。
随着事业的增长，你的角色将发生变化。记住，你总是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需要完成的事情。看着自己在新的生活水平下仍然保持平衡和快乐。现在开始设定计划，并且牢记你的最高目标，确保你在最高层次上看待你的事业。规划时间是你最重要的时间，你需要听从内心的指导，并将计划付诸于行动。你有一个明确的商业计划，清楚地知道在不同销售水平下需要多少空间、人员和时间。你的事业正在为你的人生带来价值，你牢记事业的更高目标，并始终忠于它。你依靠内心的指引，清楚地知道该何时采取行动，拥有精准的时间感。你尊重他人，并确保每一个决定都是双赢的。现在，想象自己成为你事业的客户，站在客户的角度，思考他们希望从你的事业中获得什么。你将定期站在客户的立场去看待你的事业。感受灵魂与你的连接，带来灵感和想法。你的想法正在触及世界各地的许多人，帮助他们，并为他们带来价值。你正被更多的光充满，吸引着适合的人与机会进入你的生命，帮助你实现更高的事业目标。